门是西雷七菩萨为神三因不可思议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默赞得闲默瞻礼默清明默供养乃至彩华黑柳素七形象是人当得百般善意三十三天永不堕恶道此乃地藏经世尊赞叹地藏功德之文地藏王菩萨正十地果位以来千倍多于相宜不是正一次这个十地果位的别的菩萨呢从初地、二地、三地乃至十地马上呢就进入这个等觉等觉就一生不除受记作佛但地藏王菩萨啊正这个十地果位不知正了无量无边这么多次下老人家为众生之故他不入这个等觉位所以他就未成佛道但是一次十地果位功德都无量何况千倍十地果位这个功德呢例如我们出家人受戒一年又一年的戒律受戒十年又十年的戒德受戒三十年呢这个戒德就三十年一年不及二年十年就多过五年的那地藏王菩萨他整这个十地果位千倍多于上义可知道他十地那个功德比任何一个菩萨都超胜而且这十地呢已经分证的佛德佛有什么功德十地菩萨都具足的不过如来就称为满证十地就称为分证譬如慈悲喜舍十地菩萨的慈悲喜舍以佛的慈悲喜舍差不多例如天上的愿十五愿十四愿十四这个光明啊以十五呢就差不多所以地藏菩萨有佛的功德就能够到无量的众生菩萨的功德自己不会享受的金刚经云以至菩萨不受福德故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不受福德须菩提菩萨所作这个福德不应喊着所以事故不受福德菩萨就菩萨呢有福德不喊着亦不受不像我们凡夫一有福就享福而且喊着这个福那么菩萨千倍十地的功德你自己不受不喊着我来做什么用呢这个就是利益众生啊给众生来享受啊以这个功德来普度众生你度众生你没功德你怎样度啊例如清出家人来超度父母如果有十立那个戒德度又不同出家一年度这个戒德又不同当然清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呢、这個落啊大德高僧嚟超度都唔同嘅。因此菩薩嘅功德，有度眾生的功德，有十地菩薩千倍的功德。所以釋迦牟尼佛對文殊師嚟講，呢位地藏王菩薩啦，威神不可思議，有千倍十地呢個威神，有度眾生嗰個威神，所以佢威神不可思議，曬現不可以思議，曬救苦，佢有十千倍十地嗰個功德，以及度眾生的功德咧，所以佢能夠曬救眾生嘅苦，曬現又不可思議，威神又不可思議。我咪略略嚟解釋下咩叫做威神，咩叫曬現呢？曬現對文殊師利菩薩先，一未來曬就講現在，而來滅道末法自曬叫做未來曬。假如有呢個善根的男子、善根的女人，俾佢聞到菩薩嗰個名字，地藏王菩薩嗰個名字，聞咗之後咧，就要皈依，加多南無兩字，南無者就皈依也，皈依地藏王菩薩。南无地藏王菩萨，默赞叹，赞叹地藏王菩萨度众生成佛，而自己做菩萨，呢、这个就赞叹。默瞻礼，见到地藏王菩萨呢个圣容，我哋眼又看，眼看菩萨有见菩萨的功德，眼看有功德咧。你隻眼就喺菩薩，你就有功德，見佛嘅功德嘛，見菩薩嘅功德，呢、这個漸即係見也。禮禮就禮拜，禮拜有禮拜的功德，見有見的功德，所以或漸禮，或清明，清明清明就念咧，念地藏王菩薩嗰個名號。清扬地藏王菩萨的功德的名号，叫做默清扬清明，默供养，供养了五尘供养，色性香味触，色性香味触，衣服饮食卧具，床饭宝盖，香花灯头果落，这个就五尘供养地藏菩萨。乃至彩华用五彩色画地藏菩萨名号，可是梁武大的时候，有一位和尚叫做湛绵，画地藏王菩萨的相貌画得非常逼真，所以这个相呢就会放光的，放光，但一个人无色又放光。后来传到王宫，武则天女王供养又放光，所以咧，你画菩萨嗰个相貌啊，画到全身，画到逼真咧，呢、这个菩萨像都放光，何况地藏王菩萨本人放光，乃至彩华刻镂。用这个木来刻，用这个金眼来雕，刻镂数七，数到理数七呢就由七菩萨的形象，咁意思清明也可，供养也可，数七也可，占赖也可，这个人呢就有菩萨这个伟德的神力加倍了，这样菩萨的伟德神力就有这个人呢，就百番生于三十三天，
33天的土利天，虽未山顶的土利天叫做33天，或者为天王，或者为天子，或者为天女，生到这个土利天。土利天的寿命啊，1000岁，人间呢100年，土利天呢就一日一夜。土利天的寿命1000岁，1000岁这个寿阵呢，再生这个土利天又是1000岁，而是100次生这个土利天，享天上的福，永不堕恶道。何以永不堕恶道呢？地藏菩萨有这个誓言，誓言不给你堕恶道，有威神令你100次生这个土利天来享天福。文是师利，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以过去久远不可思不可思劫前，身为大长者之时世有佛，何事之分身具足万行而来。这段文呢就讲地藏菩萨因地曾经发菩提心，再坐来发心。所谓发心究竟的意不别，而是意心初心难，初心再难。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坐闻佛法的心啊，的确是虔诚勇猛精进啊，就发心而初成佛有余。我自己本人啊，16岁就闻佛法，早晨闻，午上呢 就修行啦，念佛啦，食素啦，一直食到现在16岁啊。嗰阵时初初闻到佛法，好似饮咗甘露一样，初心在难。咁啊，地藏王菩萨呢个初心咩？一定要讲下地藏王菩萨初心咩？佛你知道咧，除咗佛以外，边嘅人知道？圣文言光都唔知道，唯有佛乃至。所以佛呢就对文殊师利菩萨讲，他地藏菩萨摩诃萨过去久远不可思不可思，这个时间太长了。地藏王菩萨过去曾经做个大富长者子，时世都有份，当时之世有佛出现，后日视之分身具足万行而来，佛地以德而立名，视之分身一个定义，视之是譬喻，视之一分身呢，前身这个乃尘呢脱离，入这个定呢，剔除无智之尘，你的心就清净，心清净呢就具足万行，所以名为视之分身具足万行而来。视长者之见佛相好前福庄严，这个长者大富长者之见得佛有32相80种好黄金色，每一个相呢是100福来庄严，32相呢3200福来庄严，因此叫做千福庄严。人闻彼佛作何行愿而得此相，长者知有的念地狱苦发菩提心，有的念众生苦发菩提心，有的护持正法发菩提心，有啲见佛相好咧，呢个菩提心就发起嚟啦。所以呢个长者之咧，见佛相好咧，就发菩提心。呢个长者之咧，就问佛啦：世尊啊，
那个像佛像那么庄严，我都想得这个佛像，到底佛的像作何之行，受何之愿，而得此像呢？当时是之分身具足万行而来，告这个长者子，欲证此身，当须九愿度脱一切受苦的众生。佛的身呢，就再好，再好的身啊，要度极苦的众生，度极苦的因，得再好的果，就苦因就落果。你想得再好的身呢，你又度极苦的众生，还要长久来度脱一切受苦的众生，你就得而来极好庄严之身。这个不离因果，闻是施利，时长者知，引发现言，我今尽未来债，不可戒劫，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切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这个长者知，欲想成就佛的相好，知道佛的相好的再好，更无有相。欲得再好的佛相，必定有道极苦那个众生。到极苦的众生，就得而来再好那个相好。长者知相信这个道理，因此这个长者知就发一个愿，先发一个愿，所以发菩提心亦可以称为发菩提愿。愿就不离心，从心就发愿，愿即是心。因此这个长者知就发现言，在佛前发现，我今尽未来债，不可戒劫。尽这个未来债那个时劫，有时劫就有罪苦，就有众生。时劫空，罪苦又空，众生又空，三法就一理。有众生呢，就有罪苦；有罪苦，就有时劫。时劫呢？时劫唔系乱就治啊，唔系治就乱啊。所以呢个时劫唔系太平就乱晒，唔系乱晒就太平啊。所以呢个时劫系生灭法嘛，生灭法就有罪恶，就有六道众生。我有尽咗呢个未来债，不可戒劫；我有咧控咗呢个时劫，度咗呢个罪苦，度尽六道嘅众生。点样度啊？用咩力嚟度？广切方便，方便就知三宝，用三宝之力。控咗呢个时劫，灭咗呢个罪苦，度尽众生，咁样我令尽令解脱，尽令解脱啫。时劫又控，罪苦又控，众生又控，时劫罪苦众生都控，呢个名为解脱。然后我咧再成佛道，那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今日呢以是以悲佛前立使大愿呢，所以以今百千万亿罗由下不可思劫，时劫未曾空，皆由罪苦未曾空，罪苦未曾空，皆由众生未曾空，有众生就有罪苦，有罪苦就有时劫，所以时劫罪苦众生都未曾空，因此他
就做菩萨，未成佛嗱，上为菩萨嗱，第一次地藏王菩萨无始劫以前曾见咗佢长者之，见到个佛嘅相好咧，就发菩提心，度极苦啲众生咧，然后得而来再好自身。但极苦啲众生，那命地有时间。時間未空，罪苦未空，眾生未空，所以乃至今日呢，佢都係還係做菩薩。又以過去不拖事宜，阿生其劫時世有份，何國化定自在王而來，第二次發現也是過去的，不拖事宜阿生其劫，凡以无恙数痴云我生起，当时又有佛出世耶，叫做国化定自在王而来，知佛名号啊，以德而立名。国化定就定，化就知甚化，甚化有佛的家辅助，这个就名国化。你唔入定就唔知道，你入咗呢个定啊，观下你个心咧，犹如莲花，莲花中咧就有佛啲家辅助，故人觉化定。入咗呢个定啊，以一切法都得大自在，故人自在王而来。边佛寿命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佛的寿命好长嘅，释迦牟尼佛的寿命咧80岁，因为众生的寿命短，所以佛的寿命也短。如果众生的寿命长咧，佛嗰个寿命长。当时众生的寿命长，因此佛嗰个寿命咧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正法寺中有一婆罗门女。佛呢有言众生到阵，他们入涅槃，未道者就作得道之因缘，因此佛灭道呢有这个正法，有正法。释迦牟尼佛灭道之后，正法是1000年，正法有1000年，末法是10000年。现在世尊以小乘国家来讲呢，灭道是2500多年。以大乘的佛法来谈呢，释迦牟尼佛灭道都3000年。唐朝呢是2000年正法的时候，到了现在就3000年是末法的时候了。佛法渐渐末，叫做末法。正法呢，但是佛灭道第一次就正法，人人修行受印正果，故名为正。第二就正法，修行就修行，但正果不能正，所以称为正法。第三一定是末法，受又唔受啦，正又唔正啦，所以称为末法。法咧唔会末嘅，系我哋嘅人末啫。好似福的不会冇的，是人冇福的嘛，怎可以还福冇的、所以佛法不会冇，是我们的人冇，因此我们的法心不冇，人不冇，法还在眼前。所以在冇法的时候，有人都误导、佛就在眼，佛法就在眼前嘛。所以我们不好，因为现在末法的时候，我们大家要自暴自弃，我们应该勇猛精进，以教效言，但念无常，慎勿妄业，一念相应，你就到了彼岸，见到而来那个法呢，常自世间，所以法不会末的。正法之中呢，就有位婆罗门女，婆罗门是印度那个大圣婆罗门女。这个婆罗门女
佢有呢個來因，祝福甚厚，眾人愛敬。咁呢位婆羅門呢個女啊，祝就祝曬，祝曬個福非常深厚。福嘅有三種，布施的福、持戒的福、禅定的福。布施的福唔及持戒咧，持戒就升天咧，布施就享人间福咧。持戒的福都唔及禅定，持戒只能升六欲天，一个禅定的福嘅就升到呢个色界四禅天啦。所以呢位婆罗门女，佢缩晒啊，有布施，有持戒，有呢个禅定，三福具足，所以名为甚巧。众人人惊啊，人人都见到呢个婆罗门女啊，三福具足，大众都引仰而恭敬，行至坐卧。自天为护，这个婆罗门女有伟仪，行得有如风，智得有如中，坐得有如中，智得有如重，卧得有如公。所以我的佛法是佛大智的，应该行路的如风，不能左望而望，应该智得有如松，唔好摇摇摆摆；应该坐得有如红钟，疑而不动；应该卧得有如一巴公。呢、这个就四位仪，四位仪都有持戒，都有一千嘅戒。假如你系比丘，四位仪都持250条戒，二五就一千嘅戒啦。唔系话行嘅持戒，志嘅持戒，坐嘅持戒，卧亦持戒。行至坐卧具足250条戒，就一千戒。所以自天为护啊，自天即系护法神。只要你有戒嘅，护法神就拥护你啊。所以在家居士有婆室有婆姨。持呢个五戒，一条戒有五个护法神，两条戒有十个护法神，五条戒有25个护法神。如果你破咗一条戒咧，就找咗五个；破两条就找咗十个；破晒就冇啦，冇呢个护法神嚟护啦。护呢个戒啊，出家人戒就更重要。出家人的戒就称为具足戒，而来这个戒发生的具足，具足而来的戒，所以出家人有得戒了。母我们女母知胎的同心的别、胎的相同呢，儿子的骨肉就父母的骨肉，父母的骨肉就儿子的骨肉，胎就同心就别。那这个婆罗门女就持戒清净，行持坐卧，她的母亲就不同，她的母亲相信这个邪见的外道信邪，相信呢96种的邪见的外道，邪正就两不立，邪必谤这个正。所以这个母亲呢也跟着外道来学，常常微胖我三宝，其母信邪，邪见呢就微胖三宝，常兴那个三宝。三宝者佛法赞三宝，是苦海中的慈航，渡人到彼岸。你想离生死苦，到涅槃的彼岸，你一定要搭这个三宝的慈航，渡你到彼岸。所以常兴三宝，为了这个到彼岸那个三宝这个慈航，你的罪几大。一个令人相信三宝，人人都像三宝的慈航，离生死苦到涅槃的彼岸，诸佛菩萨都微笑，你的功德几大。所以切莫
嚟微旁兴建三宝啊，是时圣女讲切方便，现有其务，令生正见。当时呢个圣女见到自己的母亲毁谤呢个三宝，相信呢个外道嘅邪见，咁样咧就讲切善巧个方便，现有其务，现者用呢个理嚟上天，讲三宝嘅真义。有者用个福嚟有人，相信三宝得福，胜过嗰啲邪魔外道，所以就用呢个福嚟有人，用理嚟上天，令生正见，希望自己个母亲转过嚟，以前嘅邪见，后来就转个正见，邪见啊毁谤三宝。正见啊，信仰嗰个三宝，嗱，令生呢个正见。而千女母未前生信啊，但呢个母亲呢，儿女嚟献奸，献嗰阵时相信，献人之后就唔相信，信的唔信的，所以未前嚟生信。不够命中啊，不够佢啲母亲呢啊，嗰、那个寿命就中啦，禁晒喺度，禁晒就震咗咯，寿命就中咗，寿命中啊禁晒咧，都冇希望，又等到来晒，所以我哋修行人最重要就禁晒，禁晒又有一口气存在，你都有寿。或者念经，或者受持一四句戒，或者念佛，念佛万德洪明，希望有一念心开，你就悟道。当到临命中的时候，你呢个心呢就已经灭咗啦。再生受行又当到来晒，再生悟道又当到来晒。所以我哋受行啊，修行三大劫，悟在刹罗间。我哋心念念都有念嘅，喺入边一念心开，你就见佛嘅。所以咧，我哋未死以前，我哋都有希望见佛，有希望修行。死咗之后咧，难明嘅禁晒呢个念咧，尽咗啦。念尽咗，我哋用功就用嗰一念心去修行，用嗰一念心去悟道。呢、这个念一尽咗啦，禁晒就冇希望啦。念绝咗啦，就是来晒。又等到来晒咧，有心念然后修行。所以咧，佢啲母亲不够嗰个命就中咯。魂神堕咗无间地狱，魂即系灵魂，神即系色神，咁样咧，随佢业受报咧，堕咗无间地狱，受无间嘅苦。啊，呢、这个无间咧唔系阿鼻地狱，在地狱嚟受苦无有间断，叫做无间地狱。是婆罗门女，自母在世就不信因果。戒当除业，必生恶趣。这个婆罗门女知道母亲邪见未曾舍，不相信这个因果，正见是相信因果嘛，邪见就不相信因果。凡是邪见的人啊，因果是不相信的。世间是善恶因果，他不相信。行善啊，唔会得呢个乐果；作恶嘅唔会得呢个苦果。因此呢啲嘅邪见的人啊，邪见的人不相信世间的因果，同时又不相信出世间的因果咧。出世间呢个三成因果、一成因果，所以圣文言讲，知佛菩萨四成因果。
佢又唔相信，佢話冇嘅，冇出世嗰個因果，冇世間嗰個因果，因此不信嗰個罪嘅再大，一切罪之中以不相信嗰個罪嚟再大，咁啊戒當除業，必生惡趣啦。個婆羅門女戒啊自己個母親，邪見毀謗三寶。又不相信晒出晒间的因果，佢随呢个不相信因果个业咧，一定堕落地狱呢个恶趣。虽卖家宅，讲求享化，及至拱具，佢即时又到救到自己个母亲，卖咗呢个家宅嗰个产业，讲求呢个享化。登徒果落藏翻宝盖，系嘛？咁咪献花奉水，种衣服饮食，种种嘅供养之具咧，去供佛啊！以善法合字大庆供养善法者，叫做正法，佛就灭咗道咧，佛就过去咗名为善法，以呢、这个。国法定自在王而来，先佛呢个合字大庆法界供养，供养法界嘅佛，供养一切嘅佛，名为大庆供养。供养一切佛啦，咁啊，目前一个佛就代表供养一个佛，当然供养一切佛，叫做大庆供养。见。国法定自在王而来，当佢大庆供养的时候，举头一望啊，国法定自在王而来嗰、那个形象咧，在呢个字嗰个中央，苏华伟容端严不卑啊，嗰啲出家人塑佛像啊，用呢个泥嚟塑，用呢个彩色嚟画，有伟德。有慈容，有端正，有庄严，件件的柴鼻叫做端严不卑，是婆罗门女尖乃尊颜，目不暂时，配生敬仰。当时呢个婆罗门女咧，供养佛，当然咧，尖佛咧，举只眼嚟望阿佛。看佛叫做占佛，一占佛在眼内，佛在目前，就有知成五态孝地嚟顶礼，叫做占礼。占礼世尊嗰个慈容，未占以前都已经恭敬，当佢占样的时候，加派嚟恭敬，叫做派生占敬仰。施至念言，佛明大觉，自己共自己讲，自己共自己嚟商量，咩叫佛呢？佛嗰个名啊，就称为大觉噶，无名梦觉，自一切法，无一法而不自，无一事而不识，呢、这个名为大觉，佛明大觉。平常解呢个觉字啊，叫做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三觉圆满得具，名之为佛。所以佛名大觉，具一切智慧，能治一切法，治一切事，入在世时，我无死后，恐来问佛，必至处所。假如佛在世就好啦，我啲母亲死咗之后咧，倘若我嚟问佛，世尊啊，我啲母亲死咗之后到边个地方去啊？你话俾我听啊！哦，原来必定嘅，知道必定对我嚟讲，嗱必至处所，是婆罗门女垂笠养两狗，渐念而来，婆罗门女。佛你已经灭道咗咯，佛唔会对我讲话咯。咁样我哋咧啊见唔到
Phật để ta phúc lo so với thờ lầu lời sủi sủi chứ sủi con thảo ở trong sau rồi sủi hả nhấp tờ hút nhấp liền câu ấy tờ ký phần trong nghe trời thành tờ tờ sẩm phần trong kia liền câu có sủi nhấp liền câu ấy trời lì dùng chân ngán mong ngay gì lòi xâm là liền mù gì lòi chim liền gì lòi các bạn突然间闻到空中就有个声音啊，话入姐圣女，入姐哭泣，哭泣，你啊系一个圣女嚟啊，唔系呢个凡女啊，圣人之女啊，入姐圣女，勿自悲哀，你唔好再悲哀，你唔知道母亲个去处，我嚟指示。之前你母亲的去处，我知道，我话俾你听，你唔好避入啦，唔好避上啦。咁，是婆罗门女合掌恭敬向空二百空热，是何神德欢我有泪？婆罗门女即时向空二百啦。佢话你系何况呢个神圣大德？缓解我益母嗰个忧虑咧，我啊自从失母以来，即系唔见咗个母亲，唔系话讲死，唔讲个死字，讲个失字，好似呢个儿子失咗母亲。我自从失咗母亲以来，我昼夜都忆念，日间就忆念母亲，夜晚就忆念母亲。昼夜忆念，无处可问，自母生界。我冇一个地方能够俾我问，知道母亲生到何一个世界，生到天上啊，生到人间啊，或者入地狱噶，或者生到别一个佛国咧。我知道就安啦，唔知道个心咧唔得安乐啊！我唔知道，所以咧。我无处可问，自母生界，是空中有圣在播女乐。我是以所占赖者，过去各化定自在王而来。当时呢个虚空啊，又出声音啦。点解空中出声音啊？啊，我哋而家讲话都系从空中出啊。你哋念佛也是从空中出啊。空即是色嘛，唔系色即是色啊！空到无声就能出一切声音。我哋未讲话以前何曾有声音啊？当我讲话的时候，声音咪从空而出；讲人话以后咧，呢、这个声音咪从空而入咯。一切法咧都系从空而生嘛，所以空即是色嘛。啊！咁样现在呢个空中啊，再有一个声音嗱，从空而出嘅声音，再报呢个女言：我是以所占赖者，我唔系何况呢个神圣，更不是何况嗰个大德，我就是你所一占一赖者，过去各化定自在王而来，各化定自在王咪入咗灭啦，过去。但是色身呢就灭，法身就常在，所以我这个法身呢常在这个常寂光净土，法身来见到你啊，不是这个色身，法身就常在，法身见到你婆罗门女忆念这个母亲呢，配常情人人都忆念母亲，但你比平常的人啊，增加一倍，叫做破以常情。众生之分，母死儿女忆念，是众生嗰个本分。但众生呢个本分是咧，而来啊，又嚟报答。所以众生之分呢，故来故是。
佛应该来知事，你是众生嘛，众生分内的事而来来告示，当然儿女有事父母一定有理的，众生分内之事佛一定有来指点，故来告示。婆罗门女闻此圣意，婆罗门女一闻到你的圣音咩？哦，原来是国法定自在王而来，我以为佛灭道了就没有了，谁知佛那个色身灭道，法身是常治世间，法身是遍满法界，法身被你的虚空宏大。哦，佛的法身被我见到呢，我有即时有恭敬，因此就举身就自扑，前个身呢扑落去，微佛作乃自节戒算，四肢个文呢骨节都上损伤啦，左右都扶持，左右个视皮啊，啲皮女啊扶起扶持，良久啊就放数，数即系醒日，经过良久然后醒过嚟，即时婆罗门女对二百空热。现佛慈悯啊，唯愿国法定自在王而来，你慈悲怜悯，快的快的，帮我母亲生在何个世界，令我心安乐。我今身心将尸不久啊，我现在呢个身体又上作，我个心又碎啦，我忆念母亲身上都心碎。将死不久，是国法定自在王而来耶。高圣女儿，以供养不？你供养吗？庆法界供吗？供养法界智佛吗？供佛及赞吗？你供养不呢？你就早的犯呢个舍诈，犯你本人嗰个舍诈，犯舍诈以后呢，你不妨电信精坐思维吾之名号，你要念我名号，你一念我名号呢，我那个力量就嫁给你，你不念我名号，我力量嫁给你嫁不到，你念我名号，你跟我求控呢，佛那个力量就来嫁给到你，端坐思维吾之名号，佛的神力嫁给你，你就知道你的母亲所生的去处啊，是婆罗门女寻乃佛意即被其舍，这个婆罗门女寻即是一刹那间，这样就拜了佛圆满，就犯他那个舍诈，而忆无辜啊，忆念母亲欲想见母亲之孤，他就击架扶助，电心静坐，电这个身体静坐，念国法定自在而来那个名号，念了几耐，念了一日一夜，念到一心不乱，念佛就念到一心不被妄想所乱，得一心，一心就定啊，嗰阵时就入咗定啦，在定中呢就见到自己嘅身体就到一个海边，呢、这个海水系特别嘅，系滚水嘅，人间嗰个海水咧就清冷嘅，啊，但呢个海水咧就滚热嘅，多至恶臭。人间呢个大海咧，就有鱼虾嘅。啊，呢个海水入边咧，就有呢个恶兽。恶兽啊，海水滚热，恶兽咪烚熟咗啦。啊，唔会熟，真服铁身。呢、这个恶兽啊，系用铁嚟造成嗰个身体嘅。即系海水啊，滚热咧，热佢唔到。啊，真服铁身。肥皂海上这个恶兽在这个海上来肥皂，
东西持足，从东面呢持到西面，西面走到东面，做乜嘢呢？见至男至女人，百千万数出没海中，被至恶臭站出十担。见到好多男子，有好多女人，呢啲男子唔系善男子，啊，唔知道咩男子。女人又唔系善女人，唔知道咩女人啦，啊，百千万数咧，在呢个海中啊，姣出姣没，海水热嘅，佢就海中咧姣出姣没，被呢个恶兽啊争取食啖，佢一出嚟，恶兽就大家嚟争嚟食，一出啊恶兽就争嚟食。被嗰啲恶兽啊占取嚟食啖，又见夜叉其形各异，或堕手堕眼堕足堕头，巧牙外出，利刃而尖。同时咧，恶臭就食嗰个男女，又见呢个夜叉望空，夜叉叫做接疾鬼，跑得好快嘅夜叉。其形的各异，这个夜叉跟别的夜叉不同的，他那个形啊，我觉得不相同，所以牛头，牛头呢，啊，个面就变得马面，啊，不同样子的，狮头，狮子的头，啊，他那个鼻就变得象鼻，就其形各异，或堕手当这个夜叉那只手就好多，平常的夜叉就两只手，他不知几多手，又多眼，夜叉两只眼呢，他好多眼，吻喉都是眼，足又多，头又多，巧牙外出，他只巧中的牙向外边而生，利刃的而尖，刃即是短尖，利刃呢就又而尖，驱之罪人，使近恶臭。那夜叉呢，他这个男和女，这些是罪人，他这个罪人呢使他近这个恶臭，但这罪人就不肯近恶臭啊，近这个恶臭就被恶臭来食啖，引致夜叉呢伏至扑壳，扑即系用只手嚟扑，用个爪嚟壳，啊，用爪壳，用手扑，个名啦，扑壳，姣足相就，正嗰啲罪人嗰个头，我咪夹，就恶兽嗰个巧，啊，头堆入嗰个恶兽，巧足又堆入恶兽巧嚟喂嗰啲恶兽嚟食，叫做姣足相就。其形万类，不敢久视。有啲恶兽咧，一口就吞咗呢个罪人；有啲恶兽啊，慢慢地嚟咬，慢慢地嚟嚼，一段一段一段嚟嚼，然后食嗰个罪人。其形万类，不敢久视哦，唔愿意久看，好难睇啊！好凄惨啊！不甘久视，是婆罗门女意念佛力故，自然无愧。这个婆罗门女咧，佢是念佛力而到呢个地方，到地方的时候还是仗佛力，仗佛力而到嘅，所以仗咗呢个佛力，佢咧自自然然咧，佢唔会恐惧嘅。心里头无有恐惧，有个心咧无愧啊，所以见到嗰啲情形咧，嗰个心唔会有恐惧嘅。有一鬼王明日无毒，当时另一个鬼王，这个鬼王就唔系夜叉啦，系地狱呢头有一个鬼王打嚟呢个地狱之事。明日无毒，这个鬼王呢
คือก็明知乖得好无毒即无三毒贪嗔痴三毒呢个龟王啊无贪毒唔会话爱一个人而感受佢嘅罪所以无贪毒无嗔毒又唔会憎一个人加其罪无嗔毒无痴毒又唔会无缘无故以人嗰个罪啊呢、这个就无痴毒所以呢位龟王名亦无毒楷首就来迎楷首啫嗰个头靠到地下行一行然后先起嚟唔系即时起嘅头在地下嚟顶礼歇一个时候然后再起嚟叫做楷首来迎接白日圣女啊，白圣女善哉菩萨对呢个圣女讲：善哉善哉，你系一位大菩萨啦，何故何言到呢个地方嚟啊？咁啊，婆罗门女就问呢个鬼王爷：呢个咩地方啊？我从来都未人到过。唔该，你讲俾我听呢无毒得意，此是大铁围山，西面大一重开，呢、这个就大铁围山。南面化后太啊，南面就有一个铁围山，铁围两山就地狱在其中啦。佛经咧有得讲嘅，佢此是大铁围山，大铁围山西面。大一重开，圣女就问业：我问呢，这个铁围山之内，地狱在其中，这件事啊，是真是假？无毒答业，实有地狱，是真的。铁围山内真是有地狱，即地狱在铁围山之内。因为铁围山呢，为这个一四圈下。太阳照唔到嘅，是有明嗰个处所，所以地狱嘅日月光明照不到嘅。由呢个铁围山借咗呢个日月嘅光明，所以咧地狱嘅在铁围山之内，实有地狱。圣女问曰：我今云何得到狱所啊？圣女啊问咧，阿婆罗门女啊，就问呢个鬼王。我为咩事情跑到呢个地狱嗰个处所啊？无毒答曰：若非为神积蓄业力，非此二事仲不难到。为神难到，有伟德嘅神力嘅菩萨呢，佢哋游观地狱，嗱，为神力难到。第二咧，业力难到。作呢个业力堕地狱嚟受苦，非此二事仲不难堕。除咗为神游地狱，业力就堕地狱。除咗个两件事情，一个游地狱，一个堕地狱。游地狱就度众生，堕地狱就受苦，非此二事仲不难堕。圣女又问：此须何言？而乃勇佛呢？圣女又问啦，佢我见过好多水，都系清凉嘅水，点解呢个水啊滚水啊滚烫咁热啊？何言何故啊？滚佛呢？涌佛呢？多知罪人及以恶臭，嗰啲罪人呢又有咁多，滚水后有罪人又奇怪啦，啊何故咁多罪人？及以呢个恶受呢，啊，我哋大家有明白，罪人就系罪人，恶受系我哋作个业嘅，夜叉罗刹咧系我哋个烦恼嘅，啊，经呢后就冇得讲，不过我哋知道下咧，啊，滚水咧系我哋嗰、那个，我哋嗰啲诶，嗰啲无明火嘅。所以嗰啲水就滾咗啦，因此咧就多知罪人及以惡臭，無毒答言。
七世嚴浮台造惡的眾生身思亡者經四十九日頭無人戒治為作功德救拔苦難生時有無善人當具本業所感地獄自然善道此海。這個鬼王呢就解釋說這些罪人啊不是別的世界的，是南善布州的众生来的，不是行善的众生，是作这个恶业，所以身就杀到人，口就妄言以义，两舌恶口，耳就喊嗔痴，作这个十恶业的众生，他不做善业，他做这个恶业，善业就上天堂，上人间。他做这个恶业咩就堕地狱来受苦，是南阎浮提做十恶业的众生神思亡者死了没见到的神思亡者经四十九日后神思亡呢是那个众阴身人死的这个众阴身的现前投胎咧就后任啦，我哋现在啊就前任，将来来世就后任。死的时候未后开，以前有个重任，重任神咧寿命好短嘅，七日就一死，七七四十九日佢就有投胎啦。做鬼亦有投胎，入地狱有投胎。做人的投胎，做罗刹的投胎，上天的投胎的。所以这个众阴身是四十九日啫，生死亡者经四十九日后，人间有人啊，戒自做功德，可以救他的苦难。所以四十九日呢，我们要做功，为这个亡者来做功德。咩功德啊？唔系拜鬼拜神有功德，唔系看一只戒啊，看一只鸭即系拜鬼神求咗功德。如果看戒看鸭拜鬼神咧，你就造罪，增加佢个罪啊，唔会有功德。所以功德者无漏功德，系向三宝去求，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将三宝的功德方可以令到这个亡者呢就得救救拔苦难，但是亡者呢这个时间啊不过四十九日，四十九日以后啊他们有投胎呢救啊就救迟了，四十九日以内你做功德来救拔呢可能减少他的罪，应该堕地狱不堕地狱，应该做鬼不做鬼，是吧？有功德啊可以上人天路上，所以呢这个功德是讲三宝那时来做功德啊，以三宝的功德就能够救拔他的苦难，生时有无善因，假如这个亡者没人来代他做功德，但他生时他有些善人又不怕将功就赎罪，生时有什么善人呢？好像生时他做人呢虽然间是做坏事，但他有一点好事啊，他孝顺父母啊，这样又好又好事，虽然间他做很多恶事啊，但他懂得恭敬三宝啊，或者念啊经啊，或者念啊佛啦、啊，呢啲系佢个好事嘛。啊，虽然间佢一世都做坏事，但其中有一次咧，对三宝之中啊，种咗善根，咁咪呢个名为善事嘛。啊，所以善事啊，佢自己本人都有个善因，可以啊。将这个善人呢减他自己所作这个恶罪，一个生时有无善人，
死后又冇人嚟做功德，那命就当攰，根据佢自己本业所感嘅地狱嘅，佢呢个业啊，地狱嘅业啊，先行受过呢个海，嗱自然善道此海，呢、这个海咧系咩海咧？善道之开是身造业，身啊杀到人嗰个业，所以跌落呢个海咧后，被呢个恶兽嚟食啖，呢、这个身作业啊，善道之开。但系海洞啊，十万个游船，又有一个海咧，其夫破屎，呢、这个海都唔系身作业，系巧作业，妄然。两善恶巧意义啊，呢、这个巧造业更容易做，所以佢个苦咧就比善作业嗰个苦啊增加一倍。嗱、啊，其苦就倍之，避开自动又有一海，其苦不复倍，避开自动又有一个大海，呢、这个苦咧。就比第二个海啊，又增加一倍。呢、这个海咧系咩业呢？系呢个意业啊，意业更容易起心动念，都无非是罪，无非是业。起呢个喊嗔痴，成日打妄想，发无明，亲人、亲神、亲鬼啊，起心动念嚟作业，所以呢个更容易，所以其罪更多。其苦就更倍，所以其苦复倍。三业恶人自所召间，三业就信业、巧业、意业。信巧意三业呢，恶人亦减到三开个地狱啊，减到三个地狱，所以自所召间，共何业开，其摧是也。平常所讲嘅业海咧，呢、这个地方就系啦。慎作业，业多又如大开；巧作业，业多又如大开。以起呢个业，呢、这个业多又如大开，所以共名为业海。其实我哋每一个众生啊，有佛性，呢、这个名为性海。埋咗性海，就有呢个色海；从色海就起呢个烦恼海，烦恼去作业就业海，由业照呼到苦海，所以苦海茫茫，无本可归啊！唔见咗你的根本啊！业海又茫茫，无家可归啊！失咗你呢个老家啊！烦恼海茫茫。终日受苦啊，所以有烦恼海，有业海，有苦海。一个苦海、业海、烦恼海灭咗咧，我哋见到个性海，真而性海。真而性海见到以后又如何呢？从呢个性海起受咧，就变为智海，智慧又如大海。由智啊发现现海。由现起行就称为行海，由行成就功德就变为功德海，功德成佛就变为佛海，呢啲系圣人嘅境界啦。向上一只啦，凡夫咧多数都系埋咗性海就有色海，由色海就烦恼海，烦恼海就作业就业海。业开就苦开啊，受苦无有了期，所以共学业开，其趣是也。圣女又问鬼王无毒业，地狱何在啊？呢、这个圣女见呢个海啊，未曾见呢个地狱噶。啊，地狱何在？无毒答业，三海之内啊，就系、是、大地狱咯。三海，你就三海外就见个海咧。你入到海之后，佢就变咗地狱咧。即三海之内咧，是大地狱，其数百千，各差别。
地獄嘅好多好多地獄，各各差別不同。大地獄嘅就有十八，所謂大者就具有十八。大地獄嘅相當嘅罪所成，譬如殺生咧，相當嘅殺業，殺父殺母殺聖人咧，那命你哋入呢個大地獄。大地獄有十八層，大地獄次有五百苦毒無量，呢、這個叫重地獄。重地獄嘅就重擔嘅罪所成，拉人殺生咧，殺呢個至高牛羊，你就入重擔嘅地獄，五百苦毒無量。次有千百亦無量苦咧，呢、這個下擔嘅地獄，下業所成，拉人殺生咧。下单的杀业，杀呢个蛇虫尸蚁，那命咧，你入地狱嘅就入下单的地狱，叫做千百个地狱，亦无量苦。圣女又问大鬼王曰：我母死来未久，不知云神当至何处啊？呢、这个圣女就问呢个鬼王：鬼王啊，我而家问下啦。我的母親啊，死咗未曾可救，即未曾救四十九日，亦未曾救七日，我都唔知道我的母親呢個靈魂呢個色神啊，當知何趣，善趣惡趣，到底生到善趣惡趣呢？鬼王問聖女曰：菩薩之母再生集何行業？鬼王問聖女。你的母親啊，有個受善業就生人天啦、啊，受惡業就墮地獄啊，受呢個包行就生淨土啊。你的母親到底再生學習，學習何種啊行業？善行、惡行、高行、高行。高行就无漏嘛，念佛咧呢啲就无漏就高行嘛，啊害人就恶行嘛，利人就善行，念佛咧就明为高行，高行就生净土嘛。啊，集何行业？圣女答曰：我母邪见，忌毁三宝，切或赞孙。禅又不敬，圣女一就答呢个鬼王：，话我啲母亲啊邪见，趁紧个外道，佢学习学多个邪见，学得邪见呢，啊，佢就嚟毁忌笑毁谤嗰个三宝。咁咧，我都圣女你唔显，我都显切勿暂信。我劝佢嗰阵时，佢就暂时就相信三宝。劝人之后咧，佢又唔相信，又唔恭敬三宝，依旧嚟毁谤三宝，说禅又不敬。死岁日天，我啲母亲死咗之后咧，都未曾教七日，亦未曾教四十九日，未知生处，到底生到何处啊？无独问曰。菩萨之母姓氏何等？呢、这个无独知道啦。邪见毁谤三宝，肯定系入地狱咯。但地狱好多人啊，你啲母亲啊姓乜名乜，我然后可以开查啦。啊，地狱咧有好多，即系菩萨之母姓氏何等？圣女答曰：我父我母居婆罗门中。话我啲父亲母亲呢？都是婆罗门圣，总之圣也。父号斯罗善现，我的父亲的名称呢叫做斯罗，众国就称为善现。梵意，梵意就斯罗，此云叫做善现。母号热带利，我母亲的名号呢叫做热带利，热带利是梵意，怎样解不知道了、啊、无毒合掌解菩萨业，无毒一文多。啊，个圣女的母亲呢，就婆罗门圣，
明的一带来哦，即是得合掌佛你啊，开菩萨耶。因圣者踢翻本吹啊，因圣者呢，你翻人间呢个本吹啊，你本来在人间嘅，你快啲啊翻人间本吹，无知有益，避念。你翻到人间呢，你唔需要忧愁、忆念、悲伤、念慕你的母亲啦、你的母亲热带你有个罪女，热带你系有个造罪的女人啊，曾经入地狱，但现在就上到天上咯、即时上到天上，上天以来敬金三日，上天啦、已经上咗三日啦，为咩事情上天呢？入地狱马上出地狱上天，何因何缘呢？啊，云成孝顺之子，云呢成佢有个孝顺嗰个儿女，指就女啊，孝顺嗰个儿女，呢、这个儿女啊为嗰个母亲呢设呢个发戒功。受呢个无漏嘅福，布施国化定自在王如来啊！布施国化定自在如来嗰个刻妙，咁样啦，非为菩萨之母得脱地狱，应是无间罪人，此日悉得受乐，驱红生厄。呢、这个孝顺的儿子。供养国化定自在王如来，像三宝的力呢，佢的母亲啊，脱离地狱，普劫穷人，前嗨大众呢，都像呢个三宝的力啊，咁样呢，上到天上受乐，个个都上到天上，驱穷生厄啦，咁样。鬼王言不合掌而去，鬼王呢讲人嗰个话之后呢，事情都已经做完啦，所以合掌而去。婆罗门女沉而梦归，呢、这个婆罗门女呢沉即系卧而，好似发梦咁样醒嘅嚟啊，唔知事，佢就觉悟咗，觉悟咗呢件事，觉悟乜嘢呢？有漏嗰个业就漏落生死，有漏嗰个福亦漏落生死。有漏个福唔可以救呢个有漏嗰个罪，唯有无漏嗰个福呢，无漏嗰个福就不漏落生死，方可以救有漏嗰个罪。有漏嗰个罪漏落生死，有漏嗰个福又漏落生死，有漏嗰个福漏落生死，点可以救有漏嗰个罪啊？无漏嗰个福嘅佢不漏落生死，佢就救有漏嗰个罪，而且无漏嗰个福佢无有自性嘅，无性之福，所以佢。救呢个有漏嘅罪，唔知救一个人嘅有漏罪，救大众有漏嘅罪。因此，国化定自在王如来嗰、那个神力，呢、这个无漏之福，令到婆罗门呢个母亲出地狱，而且普及大众前胎嗰、那个罪人呢？都离地狱苦，得上天上，享天人之乐。咁样呢，婆罗门女都悟过嚟啦。原来无漏三宝之福，能够有漏地狱嘅罪。三宝之福唔知救一个人地狱嘅罪，救全体地狱嘅罪。若果我根据三宝的福救地狱的罪，我何必不用三宝的福永远救地狱罪人之苦啊。
因此佢悟咗呢件事，佢就便以國化定置在王如來合掌之前，即時根據呢個道理咧，就立紅曬現啊！果然我真未來劫，真未來在嗰個時劫啊，真咗佢，我又做到個時劫紅，仍有罪苦，有時劫就有罪苦，有罪苦就有眾生，時劫紅。罪苦就空，众生就空。今日我又发现呢，像三波个力，真未来债仍有罪苦众生，讲切方便，讲切三波个方便，方便就知三波。我又用三波个力量，用三波无漏嗰个福，灭地狱有漏嗰个罪。肯定滅前胎滅啊，通通都救到哦，講切方便，真令解脱，真令呢個地獄空、罪苦空、眾生空、時劫都有空，有時劫就有罪，有罪就有眾生，時劫空、罪空、眾生空。因為佛法呢效咧冇呢個時間性，時到空嘅罪又空嘛，众生空嘛，所以我讲切呢个三宝嗰个方便，用三宝来功德度空呢个地狱，度空地狱受苦啲众生啊，咁咪令佢得到解脱啊，众生罪苦时劫空得到解脱，即系根据呢个道理嚟发呢个愿。所以地藏王菩萨发现啊，唔系空口讲白话嘅，系有根据嘅，啊，系用三宝个力嘅。当然我哋见到大海里头有人跌得落海，我哋不妨撑一只船，行一个地方就救一个，到一个地方救一个，通通像大海啲人啊，救得佢上船，撑佢到彼岸，到呢份嘅彼岸。所以咧係有一個根據嘅所以平常啲人唔懂呢個道理。我哋仗自己個福，你做國王，你能唔能夠度地獄個眾生出苦啊？你國王嘅福係有漏福，你不能度呢個有漏罪人啊出呢個地獄，或者你個大富翁。你有福，你呢个福系有漏嘅福，你有漏嘅福嘅唔可以度有漏嗰个罪啊！一个有漏嘅福嘅度得有漏嘅罪咧，有钱人就可以度啦，国王可以度啦，唔需要求佛啦，唔需要求三宝啊！一三宝嘅福系无漏嘅福嘛，佢不漏落生死啊，佢就能够救呢个有漏。那个罪啊，出苦海啊！你有漏个福，漏落生死，呢个罪就话我个罪就漏落生死。你呢个福又漏落生死，你点可以救我？救唔到嘛！因此唯有无漏三宝个福，方可以度众生有漏个罪出嚟嗰个地狱。是啊。地藏王菩萨咧就发现真未来债应有罪夫众生，讲切方便，讲明用三宝个方便啊，令佢解脱地狱饿鬼畜生罪夫嗰种嗰、那个罪夫嗱，使令解脱。佛讲闻时施利，时鬼王无毒者，当今财首菩萨是。佛对文殊讲：当时呢个鬼王无毒系边一个啊？而家唔做鬼王咯，做咗菩萨，现在脱离天宫啊，无量菩萨之中，你善财菩萨就系啦。婆罗门女者，即地藏菩萨是。当时呢个婆罗门女供养国化定自在王如来。像佛力、法力、善力、三宝个力
到咗佢啲母亲以及地狱前胎生到天上，婆罗门女系边个啊？就地藏王菩萨师啊！后来婆罗门女又发现真未来在，用三波嘅力将罪夫嘅众生前胎解脱，系边个？婆罗门女就系地藏王菩萨，就地藏王菩萨师分身集会品大义。因为地藏经有成十三品，我哋十二日就要讲完啦，所以我哋咧唔可以快写都快的嘅。大义就分身集会，我哋人人都有个身体，但呢个色身，色身唔可以分，一分就麻烦啦。但我哋色身之中呢就有个法身，法身可以分嘅，法身是清净的，法身是由于天上的热，色身是由于水底的热，水底的热不可以分的，天上的热可以分了，千江有水千江热，分了千个热，万江有水就万江热，分了万个热，所以受行呢色身是假，色身就有生老病死嘛，有男有女嘛，有老有少嘛，呢个假噶嘛，一个真噶，真个哪里有老有少？真个咧都唔会有老人，唔会有少人咧，所以可知道呢个色身系假的。色身咧咁样就不离呢个法身，法身系真嘅，色身就有生老病死苦。法身无生老病死苦，色身就有男女老幼，法身就无男女老幼，色身呢就有障离啊，法身就无障就无离嘅，法身是平等嘅，所以我哋借呢个色身嘅家一味去修行，见呢个法身嗰个真，其实我哋修就修呢个色身。色身持戒，色身持戒持得清净咧，你就见到自己个法身啦。我哋色身修禅定，色身入定的时候咧，亦可以见到自己个法身。色身念佛，色身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咧，我哋亦可以见自己个法身。色身持咒，持到有持咒就称为持明，持到光明显露咯，你亦可以见自己个法身。见到法身啦，嗰阵时个法身咧，法身系清净，法身系无相，无相就能现一切相，无法身咧清净就能分身，一身就分为无量身。所以昔日有位老菩萨，年纪都好老啦，佢有十个徒弟，十个徒弟咧都有十间净室啊。年尾咧，嗰啲徒弟，尤其是女徒弟，师傅啊，你今年过年啊，当我啲正室嚟过年啊，师傅好，我当你啲正室过年。第二个徒弟唔知道，又对师傅讲咯，师傅啊，你今年过年唔好到别一个地方，当我个正室嚟过年，师傅又答应。意思十个徒弟耶，都请师父当佢正室嚟过年。过咗年之后咧，师父就冇乜所谓，啲徒弟就拜年，大家就怕正啦。啊，真系好啦！今年我啲师父到我啲徒弟嚟过年。第二个讲啊，我真系有福气啊！今年师父当我嗰个茅棚啊嚟过年啊嘛。因为要当你的茅棚，师父咪在我的茅棚过年。十个徒弟都话：哦，师父在我的茅棚嚟过年。咁咪十个人咧，即系问师父：师父，师父，你系唔系在我的茅棚过年？系。啊，师父唔系在我的茅棚过年？系。咁样点样搞啊？你几个茅棚个个都有你嚟过年，讲我分身啊，呢个就分身啊。
一身就分为无量身啊！那释迦牟尼佛在我哋娑婆世界百亿呢个国土，佢就分百亿个身啊！百亿个国土嘅百亿个释迦牟尼佛坐道场成等正觉，所以大千世界同日出家，百亿国土一时都成佛。唔单单我哋呢个世界见到释迦牟尼佛坐道场承担正觉，其二百亿个国土咧见到释迦牟尼佛坐呢个道场承担正觉咧，所以呢个名为分身啊，将一个身就分为无量个身，呢个分身，呢个分身咧就讲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发现用三波力。将这个地狱来导控了它，令地狱的人呢生到人天路上，见佛闻法，闻法受行，受记作佛，是地藏王菩萨那个职责来的。所以他在这个地狱来导众生呢，不是一个地狱的、所以他就分身，一个地狱就分一个身，无量的地狱就分无量的身。所以无量的地狱今日地藏王菩萨分身啦，今日闻到释迦牟尼佛不久入涅槃，所以分身地藏咧，普来集会吐利天见佛啊，闻佛富足嗱，分身集会品，依是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先无量我生其世界。所有地狱除分身地藏菩萨俱来集在吐利天宫，当义之时一百一千一万一亿个不可思，不可思嗰个不可议，不可议嗰个不可量，呢个数目唔可以量，不可量个不可善啊，不可以讲，数目多都不可以说。无量个阿僧祇，阿僧祇叫无因数，无量阿僧祇呢个世界，呢个世界多啦。所有地狱，一个世界一个地狱，无量阿僧祇世界有无量阿僧祇嗰个地狱，每一个地狱都有个地藏王菩萨，呢个分身地藏，分身地藏王菩萨。从无量世界无量嗰个地狱俱来集在呢个吐利天宫，个个嚟见佛。释迦牟尼佛放呢个降明云，又出种种微妙音，地藏菩萨听到见到，知道佛嗰个意，不久就入涅槃，所以赶嚟就见佛。嗱，俱来集在吐利天宫。依以来神力故，分身地藏到嗰啲徒弟都带埋嚟。徒弟咩人呢？徒弟鬼王，鬼唔可以上天宫嘅，但系正以来嗰神力故可以上。以来答应，即系正以来神力故，地藏菩萨。所到嗰啲鬼王亦到呢个天宫嚟，以而来神力故，各以方面以至得解脱，从业道出者，亦各有千万亿挪由他数。各以方面就讲呢个分身地藏，在一个地狱呢下，一个地狱到呢个众生而得解脱呢，从业道出，业道者就讲地狱道，从地狱道而出嚟者，每一个分身呢，即系每一个地狱，到呢个众生得解脱，从业道而出者有几多呢？每一个分身都到千万亿挪由他数，个个咧解脱呢个地狱嘅苦，发菩提心，咁样就从。业从这个业道出，业道即恶业之道而出来，那么亦各有千万亿挪由他数，共持香花都来供养佛，来供养佛。
你的地藏王菩萨带埋嗰啲徒弟，嗰啲徒弟一个鬼王嚟，啊地狱嗰个官业都官，地狱嗰个官系地藏菩萨所度嘅。嗱，供持香花都来供养佛，悲之红来等拜，皆因地藏菩萨教化，永不去迁而安乐多罗三藐三菩提。地藏菩萨有名教之，每一个分身地藏得到千万亿罗由他嗰个徒弟，咩意思？嗰啲鬼王嘅徒弟啊，咁样系边个人度嘅呢？悲之红来等拜，皆因地藏菩萨教化，地藏菩萨教化度嘅。若地狱呢，地藏王菩萨入地狱一日三时说法，早五晚三时说法，咁急啊，一滴都唔急。若地狱一日一夜啊，当然我哋人间啊百千劫，古人有首偈：地狱苦茫茫，明明无日光。人间啊百千劫，未带半宵长。人间百千劫，地狱就得半日。所以地藏王菩萨在地狱一日三时说法，唔会急啊，唔会忙。今日地藏菩萨在地狱嚟说法，咁样到众生度唔度到咧？咁样地狱啊受苦啲众生度到，为咩事情度到咧？因为众生入地狱咧，佛性亦入地狱，佛性唔会离开个众生。众生入地狱受苦，佛性诶更亦入地狱，害众生入地狱，但系佢佛性就唔会受苦，因为众生造罪就受苦，佛性从来唔造罪，所以佛性入地狱咧，佛性唔会受苦咧。我哋大家又知道，造罪系边个做啊？妄想啊，烦恼啊，我执啊，佛性咧？佛性冇我执，佛性冇烦恼，佛性冇妄想，所以造罪系众生造，受苦系众生受，但系佛性啊冇造罪，所以佛性冇受苦。佛众生上天堂，佛性陪我哋上天堂；众生做人，佛性啊陪我哋做人。所以古人讲：夜夜跑佛面，朝朝都还共喜。起坐真相随，而身影相自。所以佛性慢慢咧陪我哋瞓觉，慢慢陪我哋起床，慢慢咧啊陪我哋讲话，慢慢咧由而影相自，影不离形。所以佛性未曾离开我哋嘅。因此咧，佛性众生入地狱受苦，佛性啊陪众生入地狱，但佛性唔受苦。既然咁，佛性陪众生入地狱，地狱的众生个个都有佛性。因此地藏王菩萨在地狱嚟说法咧，咁有啲嗰个罪业轻，一闻法开解，见佛性，佛性冇造罪，哦，地狱个罪就消灭啦。咁咪有啲咁样个罪业重，三时听地狱说法，种下个善根，闻法就种善根，闻得多，训练就成种，种之起现行。嗰阵时咧，向地藏菩萨说法，那个心又开解，开解咧了达佛性无造罪，了达佛性啊妄罪系由妄想所造。了达妄想嘅无性，罪业无性，一切都空咁样啊！佢就发咗菩提心。所以地藏王菩萨唔系在人间嚟说法，在地狱嚟说法，一日三时说法，咁样到
施得多咯，第二个众生啊，就俾佢度咗啦，度咗就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咧，就在地狱嚟利益众生，嗱就修菩提行，修菩提行啊，利益众生，功德大咧，就破无明，无明一破啦，嗰阵时就见佛性，一见佛性咧，念念不离佛性。念念流入娑婆日海，所以地藏王菩萨度呢个众生咧，戒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三个不退转，第一就未不退转，第二就行不退转，第三咧就念不退转。地藏王菩萨说法，地狱个众生闻法一念开戒哦，就见佛性，就发菩提心，永远发菩提心，菩提心永远唔会退。嗰阵时就未不退转，菩提嗰个位啊唔会退啊。诶，菩提个位唔会退，啊，就掉呢下做鬼王，做鬼王教帮助地藏菩萨嚟度众生。嗰阵时就行不退，菩提行呢？菩提行就不退转，帮助地藏王菩萨度众生咧，度众生有功德，有度众生的功德就可以破大力嘅无明，无痴无明，一下子裂开咧，嗰阵时咧念念流入娑婆日海，呢个就念不退转，所以话悲之洪来等待啊，皆因地藏王菩萨。在地狱三时说法来教化，一念开戒，发菩提心，未不去行菩萨行，行不去念念流入性开，念不去孤云永不去转，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至众生，是至众生，苟延劫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暂无休息，话地狱啲众生啊，从无始劫以来啊，流落生死，所谓舍苦求找，流入呢个生死。生死啊，入到容易，出到难。生就死，死就生，生生死死无有了期。在六道之中咧嚟受苦，所谓我而生天，天人我修罗，地狱鬼畜生。在六道中咧，就嚟受苦，暂无休息。你入咗呢个生死咧，念念都受生死咧，咪念念都无有休息。所以六道受苦，受生死嘅苦啊，生死就无常，无常就苦矣。当一个人跌落大海，被呢个水嚟浸。念念咧被水浸，我哋入生死，念念咧都受生死，所以念念都受苦，暂无休息。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心晒愿故，各获果证。由地藏王菩萨有呢个慈悲心，发呢个红晒愿，每日三时说法。咁样令一切罪苦嘅人心开意解，发菩提心，修菩提行，而证呢个果位。小乘就错果二果、三果、四果，大乘就错地、二地、三地、四地。嗱，各证呢个圣果，呢个各证呢个圣果呢个地位啊，既知道理，心怀踊跃。渐因而来，目不暂歇。既然间啦、啊，到咗呢个兔利天呢，哦，你啲鬼王啊，呢啲业赌冠啊，欢喜啦！我哋从地藏王菩萨闻法，证咗圣果，但系本是释迦牟尼佛未曾见过面，今日见到佛面啊！地藏菩萨先发翻嚟到我哋。佛我哋未曾见过，法就闻到啦，闻到地藏菩萨所施个法，
แต่法是佛所佛所有啊佛未曾见到这个道理啊一见到佛心里下怀到这个踊跃瞻仰而来目不暂舍以时世间是禁色蔽摸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思无量可生其世界至分身地藏菩萨摩萨定而作是言即时耶世间对用这个禁色之蔽刀罗绵手摸一只手摸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思无量可生其世界至分身地藏王菩萨摩萨顶一只手怎能够摸这么厚顶呢佛法之后不可思议有一个禅定呢圣意空转变自在力圣意空转变自在力一手就能摸到个头所以世尊用这个三昧一手就摸无量地藏菩萨的顶而作是言不以五浊恶世教化而是刚强众生令心调伏舍邪归正十有一二善恶集在吾日分身千百亿广切方便世尊对地藏菩萨讲地藏王菩萨你在地狱来度众生固然是难但我在这个五浊恶世来教化亦不容易吾以这个五浊恶世之娑婆世界教化这个五浊刚强那个众生呢令他那个心令这个妄想心调伏舍这个九十六种的邪见而归这个三波正见十成已经到了七八了这次成还有一二未曾到十有一二常恶集在十成到得七八成还有一二成呢恶晒这个集气云在吾亦分身千百亿广切方便那么这次我成佛呢到这个一二成十成到得七八那一二成都是有善根的所以我这次呢见他都有善根我都一定要到因此我就分身百千亿广切分布千百亿的色界千色界在天上成佛到天人百亿色界在人间成佛到人间所以佛为人天之师嘛广切方便广切这个善巧方便对种种病落种种药对种种忌就是种种法文法就误导药到这个病就除所以我用这个方便呢来到埋一二成的众生所以释迦牟尼佛来娑婆世界成佛呢不是第一次梵网经云吾今来之世界八千梵座宝化王座为众生说法八千次了所以就娑婆世界刚强的众生十分到了七八还有一二成的这次成佛就到了因此呢释迦牟尼佛道言呢就教给弥勒佛去到了广切方便这样呢或有利根闻即信受或有善果勤牵成就或有眼顿久化放贵或有业众不生惊扬这样呢用这个方便呢不离四种人或有利根闻即信受就指这个舍利弗目犍连等五百罗汉呢
十大大智都是上近利智的，一闻就即悟，故名利根，闻即顺受。舍利弗，闻世尊半首偈，说智法从缘生，智法从缘灭，他一闻他就悟到了，这个利根闻即顺受。或有善果勤献成就，阿罗律尊者嫌弃难河，前世供养辟支佛就善果，禁世九十亿劫天上人间享福，这个就善果。世尊呢勤献阿罗律得这个天眼空，嫌弃难河，咁样亦悟咗证咗阿罗汉果。嗱，或有善果就勤献成就，或有眼顿九化放贵。咁啊，五百罗汉之中有一位嘅就利频达沙，佢哥哥啊出家证咗阿罗汉果，佢啊大大又出家，哥哥就教佢半贵戒，得前忘后，得后就忘前。后来哥哥叫五百罗汉来教，也是得前忘后，得后忘前，又害儿亲啊，儿亲到极啦。教咩戒呢？修孝摄二慎莫犯，而是行者就得到晒。佢向得修孝摄二慎莫犯，哦几斤啦。后来而是行者得到晒，第二句读咗前一句就忘记咗。忘记了第一句了，后来教他修孝摄二慎莫犯，他又忘记了，而是行者得到晒，即得前忘后，得后忘前。因此呢，他哥哥就叫他还俗，他就哭。晒尊就问他什么是情况，说我的哥哥叫我还俗，我不想还俗，为什么你叫你还俗？说我害亲啊，五百罗汉教我半句戒，我读得第一句忘记第二句，读得第二句忘记第一句噶嘛？啊，世尊话佢哋教得太多咯，不如我教少啲俾你啦咁啊！啊，佢世尊慈悲，点样教？你攞把扫把嚟啦咁啊！攞把扫把，扫帚扫帚，你几斤扫帚？你忘记你扫地，一方面扫地，一方面扫帚咁啊！哦，呢、这个就利频达伽咧，揸实嗰个扫把嚟扫地。扫扫扫，啊忘记个走，走走走，啊又忘记个扫。后来一未扫地扫地，哦扫咗三年，佢就悟到啦。原来唔系叫我扫地，叫我扫呢后渗呢后嗰个尘劳烦恼。而家三年俾我扫光，我扫得清清光光哦，我悟到啦。嗱，或有眼顿就九化放贵嘛。或有业众不生经养，释迦牟尼佛都大知啊，有一个好业障众嘅，唔恭敬佛嘅，提婆达多出佛神天，想杀佛，自己做个信佛，因此就生堕地狱。所以或有业众不生经养，系嘛？咁样咯，我哋今日讲到此处为止。向下文祥，赴以明日。